面刷视频看见这个事事如意卡通包，点名叫这个，过年的时候吃，不仅颜值高还贼好吃。它是用胡萝卜粉和的面，里面是用紫薯做馅料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、人工色素，无需解冻，上锅蒸10分钟就可以直接吃，松松软软的，就这个小造型哪个小朋友能不爱。